这个 T 什么的，待会逮到他直接把他那个啥了，你知道吗？把他砍死了。应该就是。发给谁？发给谁啊？发给谁？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是啥意思呢？我不管了，我先把他守死再说。哟，安杰罗，我打不了字了，妈的！观众朋友们，我打不了字，这个游戏输入法卡了，要不然真的我要打字的，我要打字喷他的，虽然我英文水平有限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他是要救还是干嘛呀？我好想打字呀！哎呀，打不了字啊，观众朋友们。哼，那俩外国人还没走，你知道吗？在这看着，把他放在椅子上，我要嘲讽他的，我想打个 loser。我当时在脑海当中在想我要怎么嘲讽他，然后我就只想到了这一个单词。哎，玩着游戏呢，上来没人说话，先进来骂一下。就玩游戏，你遇到那个自己国内的人吧，基本上没有什么，又是他俩。我不跟他俩玩，我不想带他俩赢，我退了。还有挂也在吗？集齐了是吧？今晚的那个什么全明星全垃圾，当然我不是啊，我是那个倒霉蛋。我跟你讲，上来鬼都不会先来这个地方。上来你就直接修就行了，这个地方鬼不会来的。这个鬼的技能是什么？这个鬼可以变成人，也可以变成这种物体，都可以变。他总共有三个技能，一个是变成人，一个是变成这种物品，还有一个技能是他打一下响指，然后你的这个机器会爆一下。如果你当时正在修的话，然后他就会看到你的位置。不是不救人，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救人，合适的时候救人，你不能盲救呀。怎么都有死的了？他都被挂三次了吗？他直接退了。这是鬼，那个条没长，他在这装呢。这个鬼感觉呆呆的，你知道吗？玩的有点怪。但是我队友一个都不修呀，我真服了。还有一个队友在干嘛呢？Thank you.
妈的，你别往那走，你在干嘛？他又被发现了，我操！哎，赶紧死了吧，赶紧死了，我自己一个人玩的轻松点。我看看剩下的位置啊，确认一下剩下的机器的位置。这边一个，哎呀，是不是有点帅啊，观众朋友们？完了，他要守我，快来救一下，兄弟们！他要砍我，救完了之后给他拍个照。哎，他们是一起玩的吗？你们绑得住我的肉体，也绑不住我的心。